粉色新装，似鲜花正热情待放。踏进青春街口，太多新意等我采访。前望这里那里，分不清去向，疑问不知怎去讲。途上有你有我，陪着每秒。喺一直以嚟，我哋所制作嘅青少年节目，包括咗旧年儿童节嘅成长路啦，同埋今年嘅爱有明天等等，都好受各位观众欢迎噶。咁所以今年嘅 TVB 儿童节咧，我特别安排咗一个为数七集，命名为《成长的困惑》嘅节目，希望藉此咧令到各位更加深入咁了解到青少年朋友喺成长过程之中所遇到嘅困难嘅噃。喺七集嘅《成长的困惑》里边，我哋都请嚟咗家计会教育组嘅成员，同我哋逐一剖析一下青少年所遇到嘅困难嘅。咁除此之外咧，亦都请嚟咗艺员同事同我哋讲下佢哋嘅意见。咁希望各位家长陪同你嘅仔女一齐探讨一下青少年成长之间所遇到嘅困惑啦。